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吴。最近发现了一个新东西，挺好用的，给你们推荐一下。这是一个叫做空气炸锅的东西，它就是可以不用油，也可以把你想吃的东西变成炸的。首先把你想吃的东西先切成块，然后我们还可以搭配一款蔬菜，这个随便切就行，就是把它切成片儿片儿的，或者切成丝儿也可以，就是一个调味的作用。然后打开锅，把这个拿出来。这是放食物用的，如果你嫌麻烦不想洗锅的话，就放一个锡纸。如果你是一个勤劳的人，像我一样的话，你就可以不用放。现在底层放蔬菜。如果你是一个勤劳的人，像我一样的话，然后在蔬菜上面放上肉。如果想吃有味道的话，你就可以放调料，什么生抽啊、盐啊什么之类的。我是喜欢吃简单一点的，不放油，不放调料。出来了以后放点黑胡椒和盐，先把它放进去。然后我一般是会选，反正鸡嘛，就鸡翅就好了。我点开始。好，等时间到了，把它拿出来。然后把它直接拿出来到盘子里。现在我加一点点黑胡椒，哎，这个单手操作真的。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盐，这样就可以吃了。